啱啱过咗54岁生日嘅关之琳，今日去到富豪机场酒店出席善学慈善基金晚宴，话食咗好多饭局庆祝，接咗10个8个蛋糕，希望身体健康同生意劲爆好。另一半咧就话顺其自然。被问到知唔知大楼嘅病情，佢就话冇同对方联络，但系就有托朋友问候，希望大楼可以快啲好翻啊。